好，先把东西丢一下，爆仓了。那我们暂时用不到东西，丢进去。好，不要留着，食物再去做一下。毛豆，是的，好好好，然后把不能吃的丢进去。 OK， 再吃一下，吃一下。哦，欸，我刚才要回来干嘛？做那个墓碑嘛。墓碑，墓碑人啊，对对对，欸，可以做，欸，就直接做就好了。好了，再回去找他。只是为了一个墓碑还要跑这么远，有麻烦。 等到大箱子，我就可以拆一拆去，就方便多了。哦，刚忘记看了大箱骨缺什么材料，直接做一个。哦，干嘛？哦，刚羽毛没捡到，三，这好多禽流吧？好，算了，先无视他。 我决定无视你了，不要跟过来。刚刚那个是在哪里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好，在哪里？这个好像我目前玩好像还不能抓宠物啦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 应该是不行吧，好像没有这个系统，它就是比较类似Minecraft那样。还不错玩啦，人一定会死机，啊，对，我直接给他那个，现在就只剩下一个人来拆的，有，我有一个木质的，我是直接插上去就好了吗？好，有了，有插错边了，<笑>不行，那个看起来不舒服。 我重插，诶，好，哦，你既然用材料创造了墓碑，你真的是传说的创造石，诶，你没有宝箱，刚没有发现，是艾尔从你来的吗？要你一起做药，让这块土地的病痛绝灭。你听好，根本而言，人是不应抗拒死亡的。 我们应该要当做是大自然的规律，而坦然接受。想逃避死亡的，就只有人类。不觉得这是不自量力又愚蠢的行为吗？嗯，你是说这才是人类事吗？看你一点傻里傻气的，说的还挺有一回事的。<笑>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刁我傻里傻气的？好吧，就去建造你的，就去你建造的聚落看看吧。就让我看看你跟艾尔有多大的觉悟。 耶！我又药师了，哈哈，我是天秤座，所以有时候看到这种不平衡什么，就觉得不舒服。哎，起码要自己也让我直接飞回去。啊，想当然尔这些东西就是要拆回家啦。呵呵。我猜，这个不会拆，哎，可以了，好啦。 那我们就，好，就用飞的吧。既然他都送我了，不用白不用，不想再跑回去。好啦，我有新药师了，太好了！啊，实在令人感动，你带回了肯洛瓦。 肯洛瓦对于抗拒病痛、避免病死的态度抱有疑虑。他有没有对你说过头头是道的疑问，或者是有某样的哲学道理呢？那是肯洛瓦的癖好，请你不要太在意哦。肯洛瓦是名药师，拥有这世界上少见的药品知识，只是他也没有创造物品的能力，没有办法真的做出药来用。可是有了你这位创造师的能力，我认为就可以将他拥有的药品知识转化为食物。 白粥已经准备好了，就让这块土地的病痛与这块土地的病痛搏斗吧。哦，跟他跟新人讲话，嗯，居然在这种地方造有这样的物品。
白猪是吧？你真的明白吗？与病痛搏斗是比死亡更加难熬的而痛苦的。好吧，我也住在这里，研究对抗病痛的药吧。如果是跟你这个创造师一起，或许能够克服蔓延土这块土地的病痛也说不定。我要告诉你调和罐的制作方法，有了这个就能得出治病的药材是。耶，我有新东西了，是第一张地图没有的调和罐，棒棒。先跟修女讲话。啊，白猪，我听病好的洛宁说，在东方陆地深处还有一位病倒的人士，我要去搬人了吗？白猪可以请你找出病患带回来安置床铺上治疗吗？等你将新带回来的病患安置在病床的床铺上之后，我和肯诺瓦便会去看诊，并跟你说需要的食物和药品。看护病患的工作就交给我，请白猪为病患治疗了。去吧，白猪，用罗环找出下个病患，带回病房的床铺上安置，再适当的治疗一番。来，白猪，如果你带了新病患来，我和艾尔会先看诊，再告诉你需要的食材和药品。照顾的事交给艾尔，治疗病患就靠你了。所以呢，白猪可以帮我建造一间药品的调和室吗？可以的，有了调和室可以研究药品，这么一来就可以开发新药了。拜托你了，白猪，照张设计图创造药品调和室吧。会不会很大间？哇，好大一间！其实还好，我就建在那隔壁好了。让两间建在一起。哦啊！不小心把那个破坏掉了。哎，还盖错。好、哦。哎，不对，它是凹下去一格的哎、哦。我要把它补起来。哎，我不能只盖一层吗？想要站在上。喂！阿姨你好，拜拜。没睡到，拜拜。睡在病床上，好睡好睡。复活啦！但这个夜晚很恐怖，比起上一张地图纸。让我对准。起来，好，这块补起来就可以建你的药房了。哎、欸，海空局怪，妖怪，哎、欸，没土了，哎、欸，这边就有了，现成。好、哦，这样空间不知道够不够哎、欸，哦，不够。够，然后再多打一点土，先不要拆这边的土，到时候还是要盖围墙起来，继续拆那边的土。竟然不够，可恶！继续拆，好不好？反正这游戏到后来会有那个可以直接把土变成石墙的道具，超批的。就一放之后，我说土墙都直接变石墙，防御直接 up 到底，爽快！我只是在打土，你没事自己跑来被我打死干嘛？好啦，这些应该够了。这边去，哦，刚那个侵犯我家的怪在这里，不要打我家的人啊！走开！没有吸啊！对哦，我身上满是吸不起。丢，都可以丢进去。这地图要留着，好、哦，把它吸过来，好、哦，好了，继续建。然后好像不够，要大一点。一路看过去。一层，哦，够大了吧？
左边这边也要。哎哎，哦，这个打掉。啊？够了够了，黑了，不掉。好，要很多土罐子，我先把土围起来再说。来吧，我的心心，哎、欸，进房间。下来，好，还要什么？罐子两个，柴火一个，木桌一个，调和罐一个，罐子两个，就有仓库好像有，哎，没有走到上面。罐子有一个，拿出来，柴火也有，再进去。叫的调和罐，调和罐是新东西，果然不够，差粘土，又要去找素材了，可恶！好，粘土，我现在缺粘土，我先把其他东西用用，我再去找了。先把罐子，哦，罐子也负一哈。调和罐现在没有吗？一个收纳箱，一个稻草门。啊，对哦，还有木桌跟火。我先放一个门，一个木桌。木桌，木桌。哟。然后门，还有一个箱子。我好想做这个哦。罐子可以，可是现在缺毛皮啊，木材也好像也没有。门，跟一个箱子，箱子点错，好，再把一些没有用的丢进去。木桌是放在。门，好，然后箱子是放在这边。OK， 现在就缺一个罐子啊，对啊，一个罐子跟调理箱，我就去打粘土好了。看一下是不是缺几个粘土，算了，看到就随便做。调和罐。哦，土也不够了，土跟粘土，好、哦，粘土哦，粘土长怎样？粘土是这个吗？不是啊，这是一般的土。对啊，这是一般的土。粘土，粘土，粘土长怎样？我忘记了。不知道这边哪里有粘土？这看起来应该都是一般的土。哎。粘土，这个是粘土，这边就是粘土。它的建成有白白的那个就是粘土，那是什么？嗯，独角蛇的土。粘土够了，好快啊，马上就拿到了，可以回去了。这边孤单一个好可怜，我把你敲掉。我还是无法理解为什么病房要开两个门。打开，哈哈，超无聊了。耶、yeah, ，可以把那个哎、欸、点错。我想看到这个就想做，做。啊，我又可以飞回来多三次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有可以做了，不争。好、啊，
那我又完成一个任务啦，作为一个负责，哦不对，还有罐子，罐子，好了，看着好像女巫在用那个罐，那个调和的那个，啊，我有药局了，可以做什么？哎、欸，所以哦，之后应该可以做到更好的药膏，拦截，哦，实在让人感动，你为我建了一间调和室，这块。利姆尔达的土地上仍然还有着你不曾看过的病。这间调和室在制作对新病有用的药方面，想必也会有相当的有帮助。白猪，我从以前有个徒弟叫做乌鲁斯，我和徒弟乌鲁斯常年在研究蔓延这块土地上的病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创造物品，研究并不成功。我的徒弟乌鲁斯则，后来我就放弃研究，应该是死掉了吧。那我就放弃了研究，不再抵抗病痛。逃避注定来到的死亡是对的吗？我还不知道。但是你是具有创造物品能力的创造师，和你合作应该有办法做出什么来。白猪，就在请你多指教了。我们一起开发药品，医治这块土地上的病痛吧。OK 的，反正我也不能拒绝啊。我们说怎样就怎样吧。前面多铺一块，要不然那个好窄。好、哦，咦，又有新任务了。啊，这是真的吗？实在让人感动。哦，什么？你什么都还没有讲？啊，抱歉，我是正式的，因为调和式完成，一下子太兴奋了。这且不管。白猪，我要用你帮我建造的调和式，马上开始着手研究蔓延此地的病。一开始我打算重新启动之前我在研究。的解毒草研究工作，不过要分析这块土地元素，无论如何都需要病哦，有毒病原体耶，什么东西啊？之前因为我怎么也打不倒具有毒病原体的巨大泥怪，感觉很强，只好放弃研究。所以了，白猪，你可以去打倒栖息在毒沼泽的巨大泥怪，想办法得到毒病原体带回来给我吗？巨大泥怪的栖息地点可以用罗盘查看，拜托你了，白猪，我感觉就很难。我是不是要看？我是不是要看我可不可以做那个？我想要做好一点的武器那些，好像先做火炉吧。我可以做火炉吗？拜托，给我做，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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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调理台工作，哎、欸，好像不行哎、欸。倒是可以做这个，有诡异的。哇！我要继续拿这个垃圾五跟垃圾，这还快坏了。那坏了，我就只剩一个更烂的攻击走一的木坏木棒，我是怎么混啊？我这也快坏了，我再做一个 UB 好了。棒木锤，啊有棍棒了，有棍棒了，马上就要做，太好了。哦，至少不用拿那个一了。装备，啊这就不用装了，两个丢掉。也先不用装了，这个才要装，因为那快坏了。好，先搬病人好了，搬病人应该比较简单。那个黏衣怪，我看可不可以拿到好一点的装，就是看解完这任务，我可以拿到好装，再决定要不要去打。不然，我这种烂垃圾装过去只是被扒起来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左边的，我先往这边走走看。哎、欸，怎么会一个洞？来阴的，走喽！我要搬新的病人回家，要射我啦！我决定无视那些怪，他们也不会掉什么好东西给我。然后这游戏也没有经验值升级系统，他只能靠做好更好的装来强化自己而已。对，决定无视你们。等我有缺你们的材料，我再找你们聊天，找你们 talking talking。哎，有没有？我有很像建筑的东西哎，我想去看一下。有灯，有很像城堡，没有。虽然我任务不是在那边啊，但是既然都看到了，当然就是要去好好的看一下。这边真的是搬病人吗？我怎么觉得这边是巨大黏衣怪？都晚上了，不要跟踪我！救命！这是哪里啊？哎、欸，有宝箱哎、欸，可是不能开。调查，此刻上刻有文字，我名探求者。
塔尔巴，智慧之人啊，在此明示你的光辉吧。你眼前的房间是双胞胎，但双胞胎线下不是双胞。你眼前的房间是双胞胎，线下不是双胞胎。此其名副其实的双胞胎吧。哦，好了，反正就是把两边的那个简单来说，就是把房，哎、欸，走开，把两个房间用成一模一样就对了。坏掉。这边缺水桶，一个水桶，水盆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啊。有，白做了，可恶！刚刚这边太暗，我没有看清楚。好，那算了，没关系，说明以后还有用。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啊。火把。这边少一个火把是确定的，因为这么暗。这边插一只，然后罐子负二，插花负一，罐子在下面吧。不过材料够不够？不够了，土还好，土去外面刮一下就好。挖一下土，我好像有怪在外面偷打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哦，躲进去。我拿宝箱，应该是好东西吧？不会就好不容易用完就是垃圾吧？有这么机车吗？罐子。好。插花跟啊，粉红色的好像不好拿，粉红花瓣，可恶！没关系，先把其他用好。我看一下，对我插两个粉红花瓣，然后插粗树枝，粗树枝比较简单，可是粉红花瓣哦，不像有附近，不像没有。那好像也没有树哦，看我缺材又缺很大啊！打还有出出之后，不错。等一下去多打一些攻守，但重点是那个粉红花瓣这边不知道有没有。很好，不要死啊！是强的那一只，完蛋！喂。我就走，好，等一下，不行，赶快救我，好了，不行，喂，顺什么一，好痛哦，啊，补品来满了，那我等下是不是也带不了东西回家了？可恶，啊，补血，哇，没有粉红花瓣，只有白色。太可恶了！这种，对，我身上满了，行不行？可恶！好讨厌哦！那我先去把冰人搬回家好了，就找粉红花瓣，我再解这个东西。Q 在这里。白天了，还好。要去那边吗？那感觉是打巨大黏液怪啊！我是不是走？掉下去，啊那边有一个房子，绕过去好了。注意看，一路上如果有粉红花瓣的话，就可以回头。阿姨，空间走。有吗？都只有白色而已。哦，机车的，不给我材料明明这么少啊，任务还需要那个东西，很贱哎。那空间还意外的蛮近的，如果像爆仓了，不能再带。好，哦，没有钥匙哦，我怎么这样默默补血来了？钥匙，还是纸箱那边呢？哦，很
好，那个以后再说。我先去搬另外一个病人好了。怎么样都觉得我现在是烂装，可能可以打赢啊，但是可能我就快啊，不死也剩半条命了。放屁呀！混蛋，那个是什么？你走开！黄色花蕾。中，耶！然后粉红花瓣了，哦，最后我可以刚打那个拿了，打蝙蝠拿，算我就，那等一下我下次再去。嗯，我好像也不需要，放掉。草原种子应该就是种草味吧？哎，没有东西。毒香菇，我的食物啊！我快饿死，我快饿死！啊，去搬病人，搬病人，我就先回家一趟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卡住。算了，北上没空间了。我的身体好热，这里就完蛋了。现在我们上是要开启这个名字。啊，算了，带你回家。他持续中毒，而且好像带着他就没办法使用道具了，就一定要用搬的把他搬回家。好好贱哦！他是快死了，我是不是要在他死掉之前带回家？好像有点扣血，感压力好大哦。应该不会死吧？应该只是就是个特效吧。然后赶快回家，赶快回家。我家哦，看到我家那个。哎、欸，其实还蛮近的。我刚只因为跳上去，所以感觉好像绕了，就是绕了很大一圈，感觉很远，但实际上还蛮近的。我来救你啦！不要死，成为我的新村民吧。海西，哦，快到，快到了。这看起来怪危险。哎、欸，所以我应该解完这任务，我就可以学会解毒剂了。之类的，上去。给他毛豆，哎、欸，毛豆我身上有，给你。然后呢？那安静一会吧。明天再来看。我先把伤痕给走。哎、欸，所以毛豆可以解毒、哦，有这么好吗？毛豆可以解毒，那以后我们就多采点毛豆好了。好，你这样。我要睡觉，看他会变怎样。这床比较好，我要睡这个床。请给我解毒草，我还没有解毒草啊。欸、我的大人回来了，为什么你没有给我任务回报啊？白术芯片传的如何？只要你看了病患按照病床床上之后，我会看病患去看诊。便看你说需要，这可能是要请别人用餐，不然你可以准备调用材料，这个我做了，去吧，把事交给我，就医治病患。好，应该是刚刚讲话了。如何白哦，我还是要先捡到病哦，所以我要先打赢那只哎、欸。开发解毒草需要那个东西啦，好吧，没不让我选择，我一定要去想办法干掉它。来做一点食物。咚咚咚咚咚咚。好。然后，哎，我可以做那个，我想要去把那个任务达成，看会不会拿到什么好东西。不够哎，差处数字而已哦，这比较简单，这比较简单。嗯，这样就一只。嗯，还有几只？好了，这样应该够了，应该可以做了。哎、欸，没想到，带我们家去就好了，我干嘛再浪费材料？
反正我做完之后，看可不可以再拆回来，可以拆回来再拆回来。如果真的不能拆回来的话，我再做一个新的给我自己用就好了。有没有很方便？有没有很聪明？啊，朝那个解谜之路迈进。那什么怪物不理我？不要射我！你那个会放毒的毒箭，怪恐怖。在哪？在前面。不要打我！不要对我喷火！希望他可以给我好东西，要不然我这么辛苦就给我垃圾，我就把你那洞全拆了，混蛋！我现在锤子还没办法拆，还太弱了。走，到了，真的很想拿第一张地图装回来，就直接把这些人全部干光，然后还死。啊，柴火，这应该是位置，对，啊，对哦，还有那个插花的啦，忘记了，我要去多打一些蝙蝠。找去找蝙蝠来打。